不过没事，我有 W， 你再随便浪一下，没无所谓的，简单弄就行，就跟他们浪，跟他们秀，一秀四，哎，对，给你一波，哎哎，可以，真的，真的，秀四，哦吼，四。不是你这个，你被你这个就，这个很尴尬，因为这个我踩灯笼在空中也会被拉断，好吧？这个打野说实话有点刚，他不太害怕我的爆发。又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还是怎么的啊？你是觉得我打不过你，你在干什么哟？啊，并不是很想打你，明白吧？那你自己非要跟我刚一下，你非要跟我拼一下操作，那、啊、没办法，二头龙长啊！我来！你想干嘛？哎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啊，回斩接闪现，拉开！啊！这个人他也不会玩游戏吧？他这打什么东西？哎呀，逮到就上，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多捞啊，多捞啊！你会不会玩游戏啊？你不能这么玩的，你这么玩就是疯啊！疯，你明白吗？疯疯疯，你明白吗？死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超鬼啊！明白吧？啊，无所谓，逮到就上，哎，逮到就上，炸了就死，哎，死了就骂，骂了就挂机。这个人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这波打钱可以刮他一下，哎，好，他也就一瓶药，我两瓶药，这波钱打一样的，丢他一下，我大招马上好了，这波钱打，哎，丢一下。我没事，他打不过我，他打不过我，因为我马上选路。哎呀，我靠，蓝不够了！哎呀，这波真的是……哎，这两波运气有点那个啊。可以搞，可以搞，可以搞。哎，我切换出去了。好，不急不急，我看他剑圣怎么说。开大招就杀你，定我没用，我能扛，我能扛，哎，先杀一个大，没事，我有护盾，给我夹着没用，护盾挡住，戳，超痛的，戳戳戳，都得死，戳，吸血吸血吸吸吸吸吸，哎，好，大招接上 ，Hunter Kill， 交闪现牵住一波 ，Hunter Kill， 你以为，谁说我不会玩亚索？啊，我很生气啊！做不完压手的人站出来，哈哈。我们看看啊，能不能天音波不出不行了啊！小兵来了，那、啊、我们这个火龙可以偷一下，我先把他们龙控的非常的死啊！这波刷了，我赶快来偷，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把、啊、火龙吃掉。我被发现了，但不重要，因为他们来不及。嗨，他们来不及的。一空妈这啊，一空妈胆子嘛，上厕所拉屎拉掉了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把火龙吃掉，然后呢，绕后看看啊，对波有没有角度。我没有大招，但我有闪，我的峡谷要掉了，天音波先挂中，然后不着急交。滚！哎呦！这条火龙我觉得他胆子有点大，你恐怕不知道我能秒你吧，但是你身后有个 AD， 算了。好，他还撇，我觉得他在小跳，真的是愣头青啊，不怕死，很烦。他刚才没大，他这波有大，他大刚好，他刚才是没有的，你知道吧？愣头青，麻瓜。
好，他酒桶来了，我可以勾引一下，看我打野来不来。他打我抓不到，不可能抓得到。他帮他追线，回家回家回家。哎，你帮他推线，你不推到底，那我当你面也敢杀，因为我零度。